我这意思是冲着名字你俩能成。为啥呀？你叫啥？彩云。他呢？明月。彩云追月吗？你想啥呢？可是明月，明月搁哪儿呢？他一会儿下班就路过这儿，那还不抓紧时间准备呀？这咋准备呀？你不老给人送纸飞机吗？啊，你这样，你告诉建国，快去，快去，这行吗？多浪漫呀！对了，顺便把建国家凤凰牌自行车骑过来。骑自行车干啥？自行车，咱这一片都没几辆，你骑着它多有面啊！好，哇塞！来了，你的苍苍苍白云茫茫，下去我说咋这么沉呢？那什么，我寻思搭个顺风车。这叫顺风车啊？人家这是专车。你好，哎呦，是明月不？是啊，我有个朋友特别欣赏你，我听说你有点不同意啊。我跟你说，每个人不都有优缺点吗？挺好的小伙子，这怎么还炸舌头呢？哎呀，挺好的大姑娘，这怎么还学我呢？没学你啊。就是我弟妹，我给你一般见识。谁是你弟妹呀？你呀。你弟弟谁呀？彩云，上。哎呀，来的正好啊。建国呀，小曲整得不错呀。浪漫吗？浪漫。彩云看明月，不错啊，彩云。彩云可以了，彩云可以了。彩云，你怎么老惯呢？咋停啊？哎呀！彩云，我兄弟，明月搁那儿呢。我不敢，啥不敢？你不会写诗吗？谁会写诗？明月，彩云说给你做了一首诗，你听。啊，明月，几时有？彩云，跟着走，我每天没日没夜变着法的给你叠纸飞机呀、啊，也不知道你。收到了没有？好事，好事。明月，你还留着，太好了。明月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呀？你先闭上眼睛，等我数到三，你再睁眼。哎，说好了，不许偷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偷看。哎，彩云，我得等多长时间呀？一、二、三。